事情是这样，我正在洗澡，忽然进来个小姐姐。胶带吧，怎么回事？胶带？我还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密码啊？什么叫你家？这房子我刚租下来的。你刚租的呀？我上午刚给房东交完半年房租，来，你看，转让记录来。看完后，他给房东打了个电话。房东说中介那边搞错了，让家里人凑合一晚。这啥事儿啊？你刚给我搬走啊？凭什么让我搬走？这房子我也交钱了呀。就凭我上午交的，你下午交的。你有没有点诚实风度？你是不是老爷们儿？哼，你说是就是，你说不是也可以不是啊。Later。我交钱了，我就在住。那我还交钱了呢，我也得住。哎哎，你干啥呀？睡觉啊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这大白天的你睡啥觉啊？你不上班啊？我上夜班。啊，上夜班的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不是瞧不起上夜班的，就是我爷他也上夜班。那你什么工作啊？他给那个加工厂打精的。那